已经六年了，他们都不要管我，不理我。你不是说人民的小事是你的大事吗？马英九总统，我儿子死掉六年多了，他们都不要给真相。我儿子是被国王不用枪打死的，他骗我们说我儿子是自己很有步枪。我已经拿到很多证据，证明我儿子是被他们枪打死的，用枪打死的。马英九总统，现在你身为三军统帅，唯有你可以站足，还我公道。马英九总统，司法不公，司法不公，我儿子的命案一直都被人家做掉，不管我有多少的证据，他们全部都给他毁灭掉，他们不理睬，不采用。法官偏颇，法官偏颇，国防部任意杀死我儿子的名誉。马英九总统，你现在剩9%而已，我在这里给你制造机会，给你为人民服务，请你拿出你的魄力，请你为我而伸冤，请你提升你的名气。马英九总统，请你做主，请你为我们伸冤，请你为我主持公道。马英九总统，请你站出来，请你替站在我们的位置想一想，我儿子他把他送去我们国家尽义务，保家卫国，为什么我儿子要死在荆州？为什么我儿子要承受他的命运？为什么我儿子要被军人打死？为什么他们还要诬赖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合理？为什么我要走六年，走六年的政绩？为什么都不给你公道？马英九总统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在呐喊？我们今天要开庭了。我现在开庭，我都要来这里报道了，不然这个社会没有公义的。我儿子好像死掉了，好像天经地义的事一样，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关心他，一条人命呢，一条人命怎么可以不重视？他是我家的心肝宝贝呢，为什么要死在军中啊？为什么要外面把他用枪弄死掉啊？马英九总统领队，我这边喊我，我要去那边再喊。因为这边的人全部都是在你心里的，你那个死鸡嘴不会把我们做任何怀疑。怀疑。我没有要跟人家钱，我不要，你在哪里找我？对不起大姐，不要侮辱我的人格，多谢你给我提起就好。你徛在这徛我，听我跟多收，为台湾伊来争取一个公道。我要争取台湾儿子的公道。为什么儿子当军的，他的生命没有了？马英九总统，你人在哪里啊？马英九总统啊！你人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喊你六年了嘞，请你帮帮我的忙，帮帮我！你是身为政军统帅，我们投票都是投给你的，我们希望你能够为台湾的人站出来讲讲话。你不要身为总统，你都乱讲，说你是把我们人民当成是大事，结果呢？我们家的大事你都没有管我们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种程度，你们都不理我吗？我儿子在现在是我心肝宝贝，我儿子已经被我们国防部打用枪打死了。我要争取一个台湾人的公平正义，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去义务当军人要死在军中呢？
为什么我儿子在京都要被枪打死，然后在乌来他是韩枪啊？马英九总统，我们大会受伤到回国去做时代设计，我们打了一万发子弹，都已经证明，只要是远距离，绝对不是一个小，绝对不是一个。只要是寒假不是一个大洞，绝对是一个，随着一个是一个大洞，除了眼镜里才是一个小洞。马英九总统，马英九总统，你要不要帮我们的忙啊？你在民意那么低，你应该赶快来管管我们的事啊！你要增加你的民意调查度啊！我们为你好哎。我要赶快叫你，请你帮忙我。为什么儿子的死在荆州都没有人不闻不问的来关心他的事情呢、啊？马英九总统，你有听到我在喊你吗？请你出来主持公道啊！我已经找镇上找六年了。我都已经将那些蛋大饼都拿出来给我妈妈，但我妈妈他们都一直在贴广告保护。一样还会来，我元旦一样还会来，请你大家可以散开了。